热爱行山做运动的刘嘉玲，一日的同伴不是周润发，而是一个后生仔，他就是嘉玲姐的侄仔 Jeff 刘少恩啦。呢日嘉玲姐 po 咗同 Jeff 喺山上影嘅合照，仲留言话 first run， 睇嚟佢哋一齐去跑山啊！不过就有网民从嘉玲姐嘅太阳眼镜反光见到有建筑物，话你的眼镜出卖了你，怀疑嘉玲姐扮去郊外。亦有唔少网民留言赞嘉玲姐皮肤好，同赞 Jeff 有几分似嘉玲姐，好靓仔咁话。其实嘉玲姐不时都会 po 同 Jeff 的合照，早几日先 po 咗同 Jeff 拎住幸运曲奇的相，似是同台吃饭。Jeff 一表人才。